这地方你来过吗？来过。那你跟傅斯龙应该很熟吧？有点，您这意思是？我没有难为你的意思，我这次来是替赵大帅进京打个前站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我既然跟了赵帅，您又是赵帅面前的红人，我对您肯定是言听计从了。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，在我这儿，你算是个朋友，在赵大帅那儿，别看你年轻，你可是钱大帅的旧部啊。不过赵大帅倒是个赏罚分明的人。你在赵大帅进京这件事情上有功，他会赏你。以前的那些事儿，你要是有罪，他可也是要罚的呀。请刘大人再多指点几句，晚上也好弄明白喽。傅斯龙人现在在哪里？钱大帅刚走他就溜了，至于去哪儿了，我可真不知道。得赶快把他找到，他身上牵着不少事儿，而且说不定以前的那些事儿跟你也有不少瓜葛吧。明白了。所以你现在要干的事儿，就是把罪全变成功。我这就安排人办。月儿，把他搬走。搬哪儿去啊？给我扔了！快点跟我说说，底下的事儿到底怎么着啊？快说呀！太太，眼下的事儿我可是给您提过醒，您可想明白了。现在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这店儿了。你就别绕弯子了，快点直说。三爷动不动，跟我这儿别叫三爷，叫傅斯龙。哎，傅斯龙没事儿动不动的就要休您，现在不如您先下手为强，把那张休书改个名，先休了他。休了他？天底下只有休妻，谁听说过休夫啊？事儿都是人办的。许他休了您，怎么就不许您休了他呢？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还不笑话死人呢？您要是不这么着，到最后别说笑不了，恐怕就剩下哭了。那这府里还是姓傅啊，我跟他不是夫妻，我就得从这里滚蛋呢。那您让他姓了别的姓不就完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您休了他，您就是个待嫁之人了，这以后的事儿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你是让我休夫再嫁？这事儿您得这么想，您休的是个冤家对头，保的可是您的后半辈子呀。看得出来您想明白了，可我也不能随便找个什么人就嫁呀，那我成什么了？随便找个人干嘛呀？这么些年，您就没一个可您心的人？你骂谁呀你？我从做姑娘时候起就行政坐端，你以为像你们男人似的满肚子花花肠子呀？什么花花肠子呀？您想歪了。我才不相信您心里没数呢！您想想啊，这么些年，
是谁能说几句可您心的话？事儿一到了坎节上，是谁帮您拿的主意？是谁总替您着想？啊，您的话还没说出口呢，是谁已经按您的意思把事安排踏实了？你是说你？您圣明，可不是我吗？可是你，您嫌我名分不够是吧？傅四龙名分够，可您跟他这些年，他给您什么了？青灯冷炕，恶言恶语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在府里头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了。是啊，就剩你了。我是什么都替您想到了，全是为您好。您心里头要是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，那也好办。您就当我的主意，全是为您对付麻烦使的，我不占您一分一毫。等麻烦全都过去了，您再看以后该怎么办，那时候我全听您的。这都是命啊。得了，太太，要我说，您的命可真不错了。干什么的？干嘛的？看我男人。你男人谁啊？周一贵。是你啊？你是谁？想不起来了。当初白打我一大嘴巴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就叫冤家路窄啊。吴团长，我。别叫我团长。老子现在就是一个班头，还能活着混口饭吃，已经是念佛喽。吴老总，念佛的人都积德行善，您就行个方便，让我看看我男人吧。你嫁周一贵了？对，周一贵是我男人。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罪过？知道。算了，你也够倒霉的。我不为难你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成交。将来周一贵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可以来找我啊。谢了吴老总，您行个方便吧。让他进去。大哥，城里又换大帅了，你再忍一忍，说不定过不了多少日子，你就可以出来了。我早就不这么想了，只要那个董副官还在，他就不会放我。那我们就把你劫出去。千万不能。韩玉啊，你听我好好跟你说，我这辈子里啊，能办成这一件事儿，我觉得值了。
自个儿对得住自个儿。你们就是拼死救出了我，我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，说不定还会白白搭上几条人命，那可是万万不能的呀。与其这么活着，倒不如跟他们拼一回痛快。韩玉啊，您要是这么想，我就只能自个儿先走一步了。周大哥，你们不去拼，他们为了找着古尸帖也得让我活着。你们拼这一回，不是逼着他们对我下手吗？韩玉啊，您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快回去吧。您要是还想报答我，就好好活着。子贵，城里他又换大帅，不知道你爹能不能出来。这些年还少换了，他就是换八个大帅，跟我爹有什么关系？改朝换代就得大赦天下，古来如此呀。董副官还在，余旺财还在，我爹就没好果子吃。坏事就坏在这两个人身上，尤其是那个余旺财，坏透了，不能饶了他。对了，咱告他一状怎么样？那余旺财跟姓董的穿一条裤子，怎么告啊？那董副官是钱大帅的人，就算他投靠了县大帅，他就敢担保他那么干净？那余旺财敢做下那么多坏事，全靠那姓董的给他撑腰。咱写个状子，再找几个行里人，绕开姓董的，告余旺财一个欺尊灭祖、挖坟盗墓，再加上草菅人命，肯定够他喝一壶的。说干就干，行里的人你来找，状子我来写。走。好，哎，董副官，你都跑这儿来了？我这不来不成啊，这帮小混混还真要告我，这是老爸。那你找我管用吗？哎呦，您忘了，您是我靠山呐。我是你的靠山。哎呦，您可别吓唬我，您别不认呐。新帅到这儿之前，就跟这儿，您忘了？哎呦，您真忘了，您别介，您不那什么，我今天想揭我短是吧？不，董副官，我对外头什么都没说，真的。咱们俩是至交。咱们俩把酒言欢那劲儿还在我脑子里呢，我今儿是遇难了，您不能看着不管呢，董副官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看着办。不是，那董副官，愣什么？走啊！哎，真他妈人情薄如纸。
三爷。你干什么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嗓子怎么了？你别怪我推你三爷，现如今不是从前了，能让那帮大兵看见咱们院都站着，那可就惨了。哪来的大兵啊？您前脚刚一躲出去，他们后脚就冲进府里了，见什么抄什么，还说要不把那东西找着就不走了。他们，哎呀，我不在府里这些日子，他们就都在这住着呢。不是吗？还一波一波换。那董副官说让兄弟们都尝尝住王府的滋味。董副官啊，人家现在可能耐了，城里的大帅一个接着换，就人家董副官不换，现在人家又是新大帅的副官了。冤家路窄呀、啊、三爷您赶紧走啊，现如今的府里您不能待了。这是我的府啊，啊，让他们过闲时瘾来了。您别动气儿啊，啊，您要是想跟家里拿什么东西的，悄悄跟我说，我瞅准空子给您办去。明打明的可不行，那不往枪口上撞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成贼了我啊！这事您千万动不得气儿，待会儿让他们看见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真是啊，胡落平阳被狗欺啊！我他妈我这我三爷，你别这三小周，你帮我一忙，你帮我找一样东西，好吧？你慢点，慢点啊！我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快快快！王府，什么地方会有动静？别他妈给我菜了啊！小心点！知道了。跟谁说话呢？没谁，一个走错门的。是三爷吗？哈哈，我说那猴崽子怎么脸色不对呢？估摸着您该来了。啊，几天不见，你这声音也变了，模样也变了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。我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嘛。啊，这府里怎么这么多大兵啊？如今天下都是人家的了。何况一个副府，人家没一把火把这点了，我就已经念佛了。三爷啊，闲话没工夫说了。嗯，这一院子大兵可都是冲您来的，您赶快走吧。那你把秀跟他额娘叫出来，我有事要交代。
叫他。不必了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吧。我跟你说，太太吩咐过了，以后府里的事儿由我做主。秀儿的额娘虽然说跟我这有点不对付，她好嘞，说到底她还是我太太呀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我您还不知道啊，是这样的，以前呢她是您太太啊，现在她是我夫人。什么什么？这什么呀？这是看看这个。您原来让我写的没用上，现在用上了，可人跟事儿呢全倒过来了。你他妈狗男女！您千万别骂得那么难听，我是不是狗男不要紧，太太要是狗女，那您原来是什么呀？不也成狗男了吗？您可不能连自己都骂了呀。您可千万别动气，其实您心里比谁都明白，您跟太太不是一路人，与其这么强拉硬扯，倒不如各得其所。您说呢？我想不到我傅子龙骄傲一世都让你这王八蛋给算计了。您这话可就差这意思了。什么叫算计？您走以前可是写下字据了，本府一应事宜全凭太太一人处置。那太太跟您的事儿不也凭太太一人处置吗？怎么到了您头上就成了算计了呢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些事儿你都事先想好的。您一抬脚说溜就溜了，这么大个宅子总得有个男人撑着吧？您又无后啊，有个秀还跟个小伙计跑了，那我不出来收拾残局谁收拾？什么是给我冲的，给我滚一边去。该滚的是你，趁着我还能叫你声三爷，你见好就收吧。屋里那帮大兵等着拿你去领赏都等得不耐烦了。好啊，你去叫啊。我说三爷，要我说你就别跟这儿较劲了，人嘛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，说不定过些日子这风水一转，你又得了势了呢。我要得了势啊，我先收拾你。行啊，您要是真再得了势，哎，是收宅子还是收人全随您。您要是大人大量，再留着我给口饭吃，我呢照样吃着香。您要是不留我，我也照样有我的活路，这个您就别再替我操心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就是遭天大的报应，我也得烧着你。那我就候着了，您慢走，不送了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 我喊人了啊。你喊人？我替你喊。我傅世龙回来了啊，我傅世龙回来了，抓我傅世龙啊啊！哎，我还不信了，看不透你。哎呀，谁呀？怎么？啊，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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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？这谁呀？这是？你们不认识吧？他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位爷。嘿，也该咱们领赏了。走，等等，别跟我府上动手。我怎么了？快点进来！那边，三爷吧，
州啊！哎呀，三爷，打了！哎呀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也放不下心，一回来就奔了这儿了。咱们都在这儿汇集了，哎，有的人就不用来这儿了。说来惭愧啊，老周，你是吃了我的瓜烂了。事儿是我自个儿乐意干的，怎么说是吃瓜烂了？你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跟做了一场梦似的，一辈子就走到这儿了。您可别这么说，我怎么能怨您呢？是您成全了我，让我干成了一件事儿。干成了一件事儿，你这是给我宽心呢，我谢谢你了。老周啊，你那个子贵跟我那个秀有消息没有啊？他们俩呀，那古诗帖，三爷，隔墙有耳啊。啊，怪不得他把咱们俩关到一块儿呢啊！原来是有人想听咱们俩聊天啊！不要紧，东西呢，可以算是物归原主；人呢，可以说是各得其所。三爷，用不着咱们再惦记着。好，他们想得好，咱老子就算没白忙活。哎呀，老周啊！这么一论，咱们老哥俩这儿女亲家了，算我高攀了。哎呀，什么高攀不高攀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咱们俩这可算是殊途同归呀、啊！殊途同归。师父，不好了，司三爷让人抓起来了。三爷回来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一进门就让大兵给盯上了。马师爷成了府里新主子，他跟董副官亲自带人抓的傅三爷。这个姓马的，最阴损坏的就是他。红姐出事，也一定是他的主意。这档口咱得替傅三爷做点什么吧？那当然了，没有傅三爷就没有咱们今天。如今三爷落了难，咱们得为他老人家做点事情。这么着，咱们得把人铺开了，去俩人先探听着消息，剩下的咱们一块合计合计，下边的事儿怎么着？李大叔，还有我呢。你？那是我爹呀。傅爷啊，久违了，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面吧？你没想到啊，我早就想到了。咱谁都甭绕弯子，你只要交出那本古诗帖，前世一概不记。让我把古诗帖交给你啊？我拿什么交给你啊？傅先生，装傻就不好了吧？原先呢，我不是装傻，我是真傻。家传的宝贝拿出来了，我也想明白了。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古诗帖赎回来了，虽说不在我手上，可我这心里头啊，比他们当那个破市长痛快100倍。哼，把那古诗帖再交给你们。你也不想想，那是我傻呀，还是你们傻呀？霍思龙，你现在死到临头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行了，别废话了啊！该做的事我都做完了，不就是个死吗？你想死啊？我还偏不让你死，我让你活受罪，受活罪，活着比死了还难受。刘大人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来人，有。您的消息呢？厂里头都传遍了，说辛大帅要惩治一拨人。都谁啊？有三爷和周掌柜吗？大雨外头看得特严，再往下就打听不着了。他们这是杀鸡给猴看吧？他们要动手，咱们也得快。诸位，有有，现在是咱们知恩图报的时候了。您就吩咐吧，我们全听您的。对对，就听您的。李大叔，大雨里头，一个是我爹。一个是我的大恩人，您安排事儿的时候千万别把我落下了。三爷，好招。三爷您受苦了。松筋骨而已，安排的事儿你办了吗？办妥了。哪儿呢？Thank you.
二位，今儿就麻烦二位先走一步了。小兔崽子，为你这身新皮，你要把知情故旧都斩尽杀绝呀！对不住您，谁让您二位知道的事儿那么多呢？我知道的事儿，我身边的人也全知道，我就不信你能把天底下知情人全杀了。那是我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。哎，你那个至交于旺财呢？把他叫来，真想在这儿跟他聊几句啊。他早跑了，人家可比你们二位精多了。二位，走好吧。傅三爷，您说过一句“殊途同归”，今儿还真应了您这话。老周啊，你说我这个人这一辈子走到了今天这步，真是如烟过眼呐。拿句话说，就是幡然一悟，醒悟革新呐。不管你信不信啊，我现在这心里头啊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松快呀。我也一样。我师父一直教我，凭本事做事，凭良心做人。今儿我往这儿一站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觉得我立得比什么时候都直。待会儿见着我师父，我得跟他老人家说，您没白教我一场。我上对得起师尊，下对得起儿孙，中间对得起同仁挚友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好，一会儿见到你师父也替我问个好。放心，一定带到。来，郭苏龙，周一贵，走。规矩，免了吧，我不好这东西。爷们儿，劳驾你去跟牡丹帮诸位说一声，给我们俩唱一段，也算顶了这碗酒了。都这时候了，挑三拣四了，没辙，得让我好这口呢。来一段就来一段吧，反正他也是要死的人了。诸位让我说两句。牡丹班的弟兄姐妹们，别忘了我傅斯龙把你们接到北京城是为什么？是为了女旦能登台，是为了你们一身的义能让天下人都知道啊！你们不是为我傅世荣活的，为你们身上的义。你们要是不想让我傅世荣失望啊，就把你们每一个人都留住了，把义留住了，把牡丹班留住了。到女旦能登台的那一天呢，
我傅世荣九泉之下也能笑出来呀、啊！听三爷的吧，别让他老人家难过。回见了，诸位，回见了。三爷，还让他郭子，赶紧的！哎哎。